这局游戏很有意思啊，人类这边排到的路人和对面的屠夫都是我的粉丝，这我要怎么办？打得不好取关三个，打得好取关一个。唐人街的拉扬是非常难处理，这个点位的话也不是特别好。打了两分钟，没有技能的约瑟夫很难处理掉我，但是我也很难走门。这波我没有想到他居然切了个放狗，前面就是地窖，但这个距离能不能走还不好说。注意左上角16秒的时候拉球，用狗的啃咬卡掉眩晕僵直，每次多走一步对我而言都很重要。到地窖口的时候又被咬了一次，最后有惊无险跳了地窖，如果再晚一秒钟被蓄力到僵直打中可能就平了。直接签回旋偏近身，找机会将戒师扯下，电击差不多，拉球保证自己满血是非常重要的。这刀打不到，费伦不交。戒师转不走，想卡板子，但是不要让他卡，太危险了。博弈的话，我来。二球下来，电击差不多够了，这刀打到我。大心脏起立，但是不要着急走，帮他补上一球。其实我这么打不一定是对的，如果他开金身把我秒了，其实节奏也不会特别好。但是我觉得前锋这个角色他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，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屠夫有金身，那个球我还是会撞的。我发现这个版本很多时候主就位都是佣兵大夫和记者，很少有人会玩飞轮前锋。我一直去玩飞轮前锋的理由就是他有着很高的上限，能真正意义上的去拯救队友的失误。大家有了解过什么是飞轮效应吗？飞轮效应就是指为了使静止的飞轮转动起来，一开始你必须使很大的力气，一圈一圈反复的推，每一圈都很费力，但是每一圈努力都不会白费，飞轮会越转越快。老头闪现过桥，我看到员是两个半血，当时我们已经准备走了。看到员丢磁铁拉了一波，但是发现心里他想抢点门，发现他的意图之后就不要卖他。看到员给他上磁铁，找准时间吸回来。我站在后面用飞轮吸刀气，紧接着看到员再用飞轮顶第二刀。只有这种敢打敢拼才是前锋的意义吧。